然后这边呢、啊、改成夜明龙了，之前是葛云一哈，我猜应该是给大家想要给大家试玩一下新的角色哈。然后这边的背景音乐也有改掉，以前的背景音乐不是长这样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边有个惊叹号，啊，没事，走吧。不，开战啦！红烧、清蒸、油炸，咩？怎么感觉少了人啊？哎呀，是我了！快让我上阵吧，有我在，一定可以为大家拿下这场胜利。阿玲，不妨把我们队伍中新的英灵派遣上场吧。那我们就与这些传说中的英灵并肩作战吧。本公主出马，手到擒来。这是雨妹，这雨妹在悬崖上，怕是需要能翻越障碍的御风者才能够得着。这就交给青娥来吧。哎，这边音乐是不是有换？哎，这边音乐有换。第二次封测不是这个音乐。啊，怀念呐、啊，都快哭了。青娥来了。哎，他又改了好多。我不少大家，给大家仔细听。我是雨士，擅长远程攻击敌人，并且对御风能造成额外伤害。赶快让我来对付那只雨妹吧。连珠。看来高机动性相当重要。啊！照不动尊者的说法，罗侯眷族是想灭世，但这不都是传说吗？传说也是有所依据的，何况不动尊者都这么说了，应当就是真发生过的吧？我也觉得是真的，石轮宫内记载了很多日食的记录，石轮宫又不是司天监，没道理一直观察日食。日食在任何传说中都是不祥之兆，而在石轮宫所记中，日食之刻也就是幽界通道打开的时刻。这幽界通道附着于楼兰幻城中，刻盘则是这降下幻城的关键。幽界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？我也不甚清楚，只是知道它在天地之外，近于幽冥之中，无日无光，无生无死。幻城若降，罗侯现世，那就会将幽冥带入我们所在的冥界。世间生灵都畏惧石的侵蚀，那罗侯眷族呢？他们算是生命吗？他们不仅是生命，或许还是这世上最古老的生命，甚至在这天地未开之时，他们便已存在。所谓眷族，即是神眷之族，而罗侯眷族却是眷神之族。我曾在一本离经叛道的古籍中见，罗侯眷族念化罗侯神，罗侯神避其于幽冥之中。这是真的吗？谁知道呢？毕竟那古籍连住者的名字都没有。雨熙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儿？啊？
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我们打小一块长大，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模样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于西，你要是有事儿就和我说，我还是以前的那个阿良。你说什么都无妨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嗯，谢谢你，阿良。前辈，您怎么了？我找不到小公主赠我的香包了。哎，对了，白头发，你不是会法术吗？能把我嗖的一下变出来，能不能把我的香包也变出来？这晚辈无能为力。你是谁？你要做什么？晚辈尉迟良，无意掌握着十轮灵力，因而唤出前辈。如此惊扰，晚辈万分抱歉。晚辈，我已经睡了很久吗？不过还是谢谢你，让我能再听一听林间的鸟声。看过。嗯，之前难道没有这石雕？咩？没有吗？奇怪。让依依来戳戳看。依依，别碰这东西，古来只有巫才会用这类带角的装饰，而且这东西看着或可能是东周时期的镇墓兽，那一时期才会用这般眼睛圆睁、舌头长长、显出要吞吃妖魔鬼怪气势的镇墓兽，好使之望风而逃，以达压胜之用。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何，镇墓兽都不像后来南北朝、隋唐时那么温文尔雅。咩？镇墓兽，传说中守了很多宝藏的镇墓兽吗？你这是听谁说的？镇墓兽哪来的宝藏？反正是真的啦，给他东西做交换，他就会吐宝藏出来，因为他会潜在地下到处晃悠，把宝藏都藏在肚子里。也不知道是谁造出来的小怪物。那边有个箱子。江湖庙堂总有财大气粗、丢三落四的人呀，我们去拿走吧。于西，你来的可正好，我们小公主远行未归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此处山壁悬棺突生异变，出来好些尸鬼，污染了这儿的法阵。你们既是路过此处，还请顺道护送我前往查探。古法阵就在那处了，这儿的妖物实在太多了，请务必护送我前去法阵处查看。交给我们吧。此处妖邪多为暗属相，还需相克的属相才能克敌制胜。我可将自己的属相释放，化为领域，你们进入其中，借此便可在主动攻击时转为与我相同的光属相。这是邪祭领域的效果，你会变成光属性的。那你的属性就会变光属性的攻击了。竟然还能这样，领域既有如此妙用，想必能为我们带来胜利吧。好，邪灵器有的阴灵可以对周围的一定的领域的内友军进行协助，有的阴灵，所以不是每一个角色都有邪灵器哈。其他阴灵在领域内进行战斗，就能获得对应的助力哈。没有打死，那就用这个。明明拜托别人。我记得这款游戏啊，这款手游一定要先攻，你不先攻很吃亏。
请你给你们的斋女大人捎个信儿，石伦宫遭劫，望斋女能前来相助。这样啊，放心，斋女大人会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碎裂的法阵与三言的是同源？主上，石乃幽银化物，凝于法阵，可牵动双使降临冥界之锁。碎裂的法阵若凝聚石，也会一样。那此事就交给你查，即刻前往冥界去吧。主上，九阴可从双使降临之所到达冥界，但主上为何不能离开？小姑娘，莫问这么多，你且去吧。既然发现了两个同源法阵，就能有第三个。九阴知道了，九阴这就去探查。哼，为何偏是我没法从双使降临之所离开？圣女啊，你这次离开还瞒着我什么呢？于西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哪儿不对劲儿，似乎有所领悟。一起跟我来。这是怎么了？于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看来确实是你的五内发生了变化。相传人心内存五念，神魔训练魂乃生灵之本，运本存却为空，需领悟世间散落之念，才能有所成长。你本已因位阶提升到了运点，而今看来正是契机，快凝神闭息，自去领悟其中奥妙。看来我的主运是神，需神之运与运点结合才能提升。神运乃魂魄中清净明心、亲人向善之念。原来如此。竟是领悟了新的技能蓄势啊，似乎除了技能之外还有其他的力量藏在其中。这个就是五内的系统哦。那你要得到化之这个晶石跟那个运点，然后五内分为神魔训练魂哦，不同类型的五内化运需要消耗对应的材料。五内提升后可获得属性提升、绝学、冰刃、淬火、上限提升，特定阴灵可以习得战阵哦，就是阵型啊。每位阴灵都有一条主内和两条辅内，然后绝学就是需要内一点才可以携带，这样子一次只能带三个吧。然后就是，到最后面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应该没有改什么东西吧？有改、阿良会阵法嘞，天机阵。阿良会阵法人呢？之前阿良不会吧？这是什么？施加电流状态。哦，这之前有吗？那个不算手抽啊，那个是剧情安排的。哦，是这样。其他人有吗？有。等一下。领悟了呢？没错，我是不是看起来更强了？依依也去领悟。哼，依依肯定比你强。哎，于西，问你件事儿。啊？怎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就是你最近怎么总是走神啊？没有，你喊我到底怎么了？就是想问问你最近怎么了，你有心事？只是在想不动尊者的事情罢了，没事儿。不动尊者祭魂出了问题，这事儿似乎从没发生过。啊，于西到底怎么了？地上有本书。这书怎么是这么封装的？样子真古怪，还是这个颜色？难道是传说中的？传说中的什么？
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没什么是什么呀？就是没事儿。我先看看这究竟记载了什么吧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打开的瞬间，似乎是有什么字样被抹去了。喵，这上面的字居然是从左到右横着写的，这是从哪儿来的老古董？我们之前做的事好像都被记下来了。喵，金童来客，谁盯着依依的眼睛了？咦？这里面似乎记载的都是我们的行踪。谁在暗中窥探我们的一举一动？依依觉得应该不会是人记录了这些吧？看起来这书像自己在记录，后面现在还翻不开呢。依依，快别说了，太诡异了。阿良，我们还是别碰这书。于西，我觉得还是带走这本书为妙，万一真是这书在记录我们的行踪，落进别人手里可就糟了。尉迟哥说的在理，带走带走。叫他什么好呢？既然上面的字是横着写的，还从左往右颠三倒四的，我们就叫他倒叙书好了。然后倒叙书就是他可以回顾之前的剧情，你有一些宝物没拿到的话可以回去挑战，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只要倒叙书的那个章节全部完成之后，会得到一些月历值，然后月历值会有一些新评论跟或者奖励这样子哈。那回顾，这边写不会得哦，重新挑战不会再次获得通关的奖励，可是可以弥补之前没有拿到宝箱的遗憾哈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可以领取奖励，然后有十字印哈，所以免费的十字印在这边拿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刚刚有倒叙书有一个光点，这个。见闻哈，你关 YT 的就是这样子，充哪时比较好？哎呦喂，怎么这荒郊野岭还能撞见人呢？完了完了，一会儿呗。小贼，哪里跑？啊，贼？你见过哪个贼长得像爷一样俊的？你刚边嘀咕边挡脸的，你不是贼，谁是贼？依依，我们别管他了，还是赶路要紧。哼，小贼。哎，别走。姑娘倒是说清楚谁像贼了。英哥哥，英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殷少主好快的脚程，眨眼人就没了，真是。我们分头找。哟，找来了。诸位行行好，千万别说看见过我。喂，各位大侠，可见着一位特别俊的小哥了吗？那没有。姑娘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奴家是来找殷哥哥的，他是天玄门的大侠，与奴家有海誓山盟。奴家找到天玄门，却得知天玄门中的人也在寻他。你们看见我的殷哥哥了吗？没有啊，要么你还是先和天玄门的人会合去，山里有狼，你别一个人乱跑。天什么门到底做什么来了？总不会真是为了这姑娘出来找人吧？你说是也不是，殷少主？兄弟，感谢你刚才帮忙，只是师门中人寻我，乃是我师门之事。兄弟还是别打听的好。只是随口一问，并无打探之意。殷公子莫怪，我等尚有事先行别过。咦，看你衣着想必是石伦宫的，
你们石轮宫之人居然也会来凑这热闹？凑热闹？不知道殷公子此话从何说起。哦，你们不是来瞧那天降异火的？看来你们都不晓得这三天内传遍江湖南北的事儿啊。天降异火，这我怎么就觉得是星轨刻盘碎片呢？这前几日啊，听闻天降异火正落在川北浣花剑派的地界，好多江湖人都赶去瞧热闹了。竟还有这等事情啊？那公子可知浣花剑派在川北何处？当然晓得。我们正有事要去浣花剑派，只是对此处道路不熟，若是方便还得有劳殷公子带路。尉迟哥，你这半截木板板还挺厉害呀。啊，什么木板板？你的武器呀。这是天机尺，什么木板板？那也是半截。半截怎么了？半截不也比你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强？那也是半截。半截就半截呗，半截也不是我干的呀。我打记事起这天机尺就只有半截。咩啊？那你就一直用这半截啊？以前也想换来着，后来知道是我小时候就带着的，也就没了换的念头。许是我父母留下的，也不一定。对了，还没正式介绍呢。我名为正，字无邪，诸位唤我无邪就好。咩啊？无邪？你这字是自己取的吧？这都被你猜到了，姑娘可真是神机妙算。谁要算呢？这个字取的和装客邪祟似的，谁家给自己孩子这么取字啊？哎，你叫这名字，你家该不会是？正是，我天玄门乃是挖坟掘墓的吧？斩妖除魔的。雨溪，刚才那人就是拜神鸟的门派的。啊，什么拜神鸟？都叫神雀宫了，不拜鸟吗？叫你平日好好读书，都读狗肚子里去了。那是神雀宫，若雀地集权的雀，什么鸟不鸟的。神雀宫相传与蛙皇有关，得名于西哲女蛙氏炼五色石以补奇雀。哦，是待在巫山的那些人啊，真奇怪。雀为深沟，明明在巫山上，怎么就用了这么个字儿？就是，而且雀多不吉利，都有缺口之意啦。用什么不好用这个名儿，要一一说，还不如雀鸟呢。浣花剑派就在这儿了，若不是这山够高够陡，估计全江湖都得来凑凑热闹，看看那什么天降流火。阿良，我们且进山门。咦，你们要见叶掌门，不如我来给三位引荐。殷少侠圈子倒是广，可是依我看，现在这情况，引荐什么估计是不必了。尉迟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门派的人在刀枪棍棒把守着呢？看样子是没迎群豪同赏天降异火的打算哦。这么多人紧张看守着，就是个碎了的玉珏？这玩意儿就是那什么天之异火？你们是为了这个来的？多谢殷公子带路，至于其他，就不劳公子费心操劳了。殷少侠，你有所不知，你说的这什么碎了的玉块，是石轮宫的药物，我须得去取回来。但你看，这些浣花剑派的门人带刀带枪的，我恐怕嘴上说说是讨要不到了。依我之见，你最好还是先避让一二。请慢，请慢，
你看，大家都认识，这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我去探探他们口风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叶老哥，叶老哥，天玄门阴无邪又来叨扰了。阴少侠，这是又为何事来此？叶老哥，您看咱俩这关系，跟您这儿讨件东西，您看成吗？这东西是你要，还是你那天玄门要？我天玄门要这作甚？老哥，其实是石轮功要。叶掌门这招守株待兔，瓮中捉鳖，真漂亮。殷老弟，对不住了，谁让你多管闲事呢？这把剑，幻花剑派掌门的剑。玉师兄，我来对付这百脑阁，你且去取你门派药物。取？好大的口气！那你们哪个来，都先来问过我手里的剑。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人竟然也沦落到要和人抢东西的地步啊。叶掌门，真不好意思了，你守着的刻盘我们要定了。玉师兄，那叶掌门这头就交给你了，这边杀出来的鼠辈都交给我来对付吧。宝物啊，是幻花剑派落下的，意外之财，拿走拿走。还惦记身外物，话说回来，你的腿应该是够不着吧，脚程快的人才能趁乱出击带走宝物吧。这我们还是以带走刻盘为首要目标，日后想必有的是机会发现宝物。哼，藏头露尾之辈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玉师兄，你们专心去取你们要的东西，这头就交给我好了。赴汤蹈任，不规矩办事。既然这样，也就让你们瞧瞧这天下最快的剑。好，阴无邪的技能是仙功，被攻击的时候若自身的慧心值高于对方，则必定触发仙功。仙功是在对战中优先发动攻击，也就是说你是被打的话，你也可以先发动攻击哦。基本上虽然一是铁位，可是被打还是蛮痛的，被刻。阿良，你拿着刻盘碎片时可千万要当心。赴汤蹈任。好，被刻鼠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痛啊。这个宝物石之印哈。依依在这儿呢。扎营啊，等一下我现在没空。之前依依有猛鬼破冲这一招吗？谁敢放肆？没印象了。轻松打，轻松打。然后依依的保卫技能是可以两回合的哈，所以十轮偿命，站这里补血。中法无相。打完这张宝物上你拿得到，对。
然后这边要用阿良去打夜掌门，一在这儿，然后用一攻击他。银凤，开技能。谁敢放肆？站这，追击。连珠。好。应该在一回合就可以打赢了。死不全种。青罗先不，青罗，他主动攻击有点危险啊，先不要。成命。啊，对啊，我还可以补血哦。哎呀，忘记了。你看哦，被克数啊，你打人家跟被打都是。一个是打人家很少很少滴血，被打超痛的。赴汤蹈刃。好，这边用阿良直接把他收掉。就是现在。喵，走你！趁现在，快去拿刻盘。我要金龟刻盘。不。我要拿回来！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？不，这是我的！阿良，你愣着做什么？快跑啊！他跑？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快来吴身边，吾带你们离开此地。斋女，什么情况？就把少爷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嗨，还是先躲起来。圣女大人果然没猜错，这人身上有幽灵，还在找刻盘。我是跟着人呢，还是……不行，这事要紧，我得去回禀圣女大人，这还有九婴呢。先生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觉得尉迟良一行人碍事，才欲设计引他到。但你失败了。我是发现尉迟良体内有幽银，此次也是让白首借机探查确认。若非那斋女突然出现，哼，时间的祭体竟然带着幽银吗？有趣有趣，斋女啊。这个人恐怕才能知道你想知道的事情吧。时光与天地共生，过往竟也成了可窥似的事。圣女，你无需忧心神阙宫。现如今，那斋女会先把功夫花在那些出现的婴灵和石轮之力上，短时间不会碍你手脚。哦，听幽先生的意思。这世间原不该有石轮之力。哼，若世间曾有石轮之力，那许多人许多事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狼狈吧。幽先生，把尉迟良他们找出来，其他刻盘碎片的位置还得要他抢到的碎片才能确定，别的多说无益。时间的祭体，这天地真的会让你遇见那些已被时光尘封的人，窥视那些已被遗忘的岁月吗？那就看看吧，看看我们都能走到哪一步。依阿良，快见过神阙宫的诸葛爱大人，她是神阙宫的斋女。哎，依依人呢？刚才还在呀。无需多礼，小鱼溪。吾正有事要问，近日吾感天地异变，你师门便出了事，快细细说与我听。哦，是。当心那些觊觎之人，他们之中有罗侯眷族，似是能炼制出石怪。吾此前曾遇过这些人，似正往成都府去，兴许是去寻星鬼刻盘去了。成都府，
多谢宅女大人告知，我们这就去成都府。且慢，尉迟良，你就是得了石轮仪轨标记的人？这个我一直以为是胎记，打记事起就有了，此前也并未发生异常。嗯，果真是世事轮转吗？过去之中应藏着现今之事的解，我早该想到才是啊。曾经明明是见过他的。斋女，他在自言自语什么？让吾来看看你的印记。你居然掌握了石轮的力量，看来也就你才能去探查过往的历史了。嗯，过往？通过这印记，石轮会将你带入石之系中，那里藏着过去的时光。